有个小女孩走丢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一起玩躲猫猫？有一次你把自己躲在那个迷桶里面，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你玩躲猫猫了。找到了，谢谢你找到我。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，华视《三只小猪的逆袭》，罗琳雅塑身衣。